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恳求你能够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灵，洁净我们的手和我们的脚，就是让我们今天所献上的敬拜是一个蒙你所喜悦的敬拜，是一个荣耀你名的敬拜。就是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能够跟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一起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你。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张开口，我们掌声一起来荣耀你，就是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就是我们特别感谢你给我们一位爱我们的妈妈，就是求主你特别的保守他们，看顾他们，在他们的一生当中，他们满有你的恩典伴随着他们。就是也保守让我们以下的敬拜，还有我们以下的时间，就是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就是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一切交给你，求主你自己来掌管，就是求你自己来看顾。谢谢天父，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圣名所求，阿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之路。弟兄姐妹们平安。现在让我们一颗敬拜的心来跟着西安敬拜团来荣耀我们的神。He's a way God.
首歌，我们一起来继续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来庆贺，来庆贺，我们一起来拍手，来欢呼赞美我们的上帝。让我们来庆贺，你的爱我们来庆贺，全然的爱我们，这样的你，让我们来欢呼，如此喜乐无人能相比，我们果然将你选起，欢声欢呼赞美。Thank you.
主耶稣，因为你是那得胜的君王，你是荣耀，你是荣美。主耶稣，你更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耶稣，我们举目向高山举目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帮助是从那万军之耶和华，从那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因此，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可畏。主啊，你本有神的形象，但你反倒虚己，取了那奴仆的形象，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因此今天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新的旋律，因此我们的口中要唱新歌，要来赞美你。因为有你，我们的生命能够有力量。谢谢主，谢谢主。因为有你，我会别过去。因为有你，生命能延续。因为The weeks
来使我们得着从最终得释放的自由。主，我们实在是再一次在你面前将自己的身心灵全然仰望。主啊，因为我们知道因着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就变得这样的充满了意义，也充满了盼望，也充满了祝福。主啊，因为有你使我们在患难的当中，我们靠你就得胜有余。因为有你，我们在软弱的当中，主啊，我们就再一次的刚强壮胆。因为有你，我们在忧伤的当中，我们就得着了主你自己的安慰。主啊，主啊，我们真是再一次的将自己全然献在主你自己的面前。主啊，让主你自己圣灵的力量真是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主，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要成为主你自己合用的器皿。主啊，因此真是求主你自己来雕塑我们。主啊，因为你告诉我们，点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你熬炼我们的心。主啊，因此当我们在主你的面前来炼净的时候，主，我们就看到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永远掌权。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要奉你的名来宣告，主啊，当今我们所站的地方乃是一个圣洁之地，我们在这一个地方乃是奉主你自己的名来得胜的教会。主啊，让你自己圣灵的力量，让圣灵的感动真是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蒙主你自己所祝福的，主啊，也是蒙主你自己所差遣的。主啊，因此真是求你来帮助我们，来建造我们自己，来雕塑我们自己，真是能够成为主你自己合用的精兵。主，我们真是再一次的奉你的名来宣告，主，你已经要得胜有余。主，在这一个世代当中，主，你永远掌权。谢谢主，再一次的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的时候，让主你自己亲自用你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全心全意的在主你自己面前奉你的名的行事。谢谢主，再一次的将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将祷告感谢奉告耶稣基督才的圣名，阿们。请坐。今天的献诗是由儿童牧区来献诗，他们要为普林家的父母的母亲呢来献上一首给母亲的歌，给母亲的歌。我们把时间交给儿童牧区。
是最纯洁的声音哈。小孩子全永远是妈妈心中的一个宝贝，永远是长不到的，长不大的哈。所以呢，这些小朋友呢，我们想以后就不要再把臭袜子丢给妈妈了。我们现在翻开圣经诗篇第八十四篇，诗篇第八十四篇。诗篇第八十四篇翻到之后，我们从第四节来看到第八节，第四节到第八节。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立上加利，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今天的讲题是从流泪谷到泉源之地，我们把时间交给高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唱歌真的是非常的可爱，也是非常纯真的啊，难怪神说要进天国要像这样的一个样子哈。那如同刚才诗慧所说的，真的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就慢慢的成长，不要再把臭袜子丢给妈妈了哈，记得长大以后要把臭袜子丢给太太哈。一样的，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许多喜乐，这是一个快乐家庭，因为神同在的话，任何事情都是最好玩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盼望在灵里面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直在我们教会里面一直成长，全教会都是一个喜乐的一个家庭。那今天我们除了可以聆听这些小朋友的歌唱以外，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歌声哦，是我们当中的客人从阿里山过来的，他们不是阿里山的姑娘，也不是少年了哈，他们是从阿里山过来周族的这个三美教会，那也是鹿教牧区所特别在这个学习要关怀的一个教会。那我们盼望在林里面，他们今天教会都一起过来了哈，哇，好像牧师也一起过来了，哇，太高兴了哈。那他们要跟我们来分享他们的歌曲跟赞美神，那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教会极大的一个祝福，特别在母亲节，哇，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哈。好，我们来热烈鼓掌，来欢迎三美教会在当中所唱的诗歌赞美神，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哈。好，我们请一起上台来，好不好？听说他们要唱诗歌，来跟我们来分享哈。好，我们就请他们上来，我们还相信他们诗歌一定是我们灵里面很大的喜乐，在这其中。来，我们到台上来，不要客气哦哈。好，那我想各位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要感谢上帝，就是在八八水灾之后，就是我们肢体教会台南圣教会的陆教牧区，然后刘牧师、高牧师他们都有去过我们那边，那就是他们一直在祷告里面，就是有一个感动啊，他们希望能够关怀，就是我们阿里山周族部落在整个弟兄姐妹的一些重建。重建的生活上面，信仰上面，能够成为我们的肢体跟伙伴。那我们是来自阿里山周族三美的部落。阿里山周族的人口大概有5000多个人，那信主的比例不到50%。那其实需要你们有很多的这种代祷跟帮助。那希望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彼此成为一个互相扶持的这个肢体。
那我们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参与你们今天的聚会。那我想我们很紧张了吼，那我们没有在这么大的会场，这么漂亮的会堂里面来做献诗跟赞美上帝的这个服事了吼。那我们等一下要唱两首诗歌，那第一首是我们周主的一个诗歌，它是用约翰福音3:16所翻译成的，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是我们自己周主创作的一个福音的诗歌。那等一下我们会用周语唱，也会用中文唱。那第二首就是我们要表达我们对贵教会的这种感恩。那第二首我们要唱的诗歌是我们是翻成日语了，叫阿里嘎多。那这个不是日语的歌，它其实是用周主调去唱的。那我们要表达就是今天我们对台南圣教会有这样的这种关心肢体的这个行动，然后我们也要祝福天下的妈妈，就是你们献出的爱，你们怎么样付出爱在你们孩子身上，神也要同样怜悯在你们的身上。那很抱歉，其实因为我们大概教会整个人平均聚会大概在30几个左右，那我们整个会有大概是70-80个人。那个我们的 baby 除了爸爸妈妈之外都不让他抱了吼，那所以我们在伤脑筋要怎么带他了吼。那我们就用这两首诗歌来归荣耀给上帝。那愿大家能够我相信就是高牧师真的非常会唱歌了吼。那上次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我还没看到他，我就听到一个歌声在唱歌，我说这是谁呀？结果看到结果是高牧师在唱歌哦。那我想我们就用两首诗歌神爱世人跟阿里嘎多来对上帝来献上我们的感恩跟喜悦。好，阿兹哈诺法耶尼
第二首就是真感谢你。我想我们周主有一句话叫做 Avail Value， Avail 的意思就是感恩跟喜悦。那我在这边就是诚心的Avail Value， 那感谢圣教会的带导跟关心。
也希望你们有机会到我们阿里山部落去走一走。我相信上帝给原住民啊平地都有不同的这个恩典跟祝福，那希望有一天你们也能够在主里面享受原住民州主部落的这种丰盛跟恩典。阿维维尔，好，很高兴能够在今天听到这很棒的歌声哈。我觉得赞美神来自一个不同的地方，好像文化不一样，但是我们立刻感觉到其实我们相同的文化就是基督的文化在我们当中，我们相同的感恩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想到说要到三美教会去聚会，就是我们心中一个期待，所以我们在今年我排了三次，有我们的小组分别有三个不同小组会到三美教会去聚会主日崇拜，希望在那边所学到的所得着的一个祝福，也将会是我们台南圣教会有一个学习宣教的一个祝福。我们盼望在灵里面，所以待会我们下去聚会的时候啊，聚会完下去之后，我们看到下面有柜台，那边有很多的农产品，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的把它全部一扫而空。那我们希望这是祝福，我相信你所付出的不是钱，是一个眼光，你会看见的，你会看见的。在生命里面，这都是奇妙的故事在我们当中。好，今天是母亲节，我常常思想一件事情，母亲的定义。我们希望神赐给我们这块土地，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气息跟母亲。我们在这里孕育而长大，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给我们成长，是给我们空间，是给我们营养，是给我们一切一切从神而来的。而我们在神面前回馈给神是什么呢？常常污染了这个大地，常常使神难过。但是我们借着今天这样的歌声，领到我们当中，到处学习敬拜赞美，到处学习敬畏神，这是新的故事。以下时间，我们也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我们在母亲节，每一年母亲节都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祝福，就是对新生儿。哇，上一堂我们有20几位小孩子线上。啊，这一堂我们还有15位啊，在这里有一位没有办法来，是14个哈。那我们盼望，请记得，幸而是重点不是小孩，幸而是重点是大人，因为是你们的奉献，而不是小孩。小孩有一天他长大以后自己报名要受洗，那才是小孩。那现在是大人，那我们希望，当你母亲把小孩抱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奉献的一个态度。因为他要一生一世在神面前得着神的祝福。那我在以下时间我报名这些小孩子的名字，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只报母亲的名字啊，这样比较公平啊，这是母亲节，所以母亲跟小孩名字，那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用喜悦可爱的心情来看他们。每一点限额是我们容许有小孩哭闹，有小孩子哭，还有小孩子钻来钻去，但是记得这是可爱的记号，是纯正的记号。我们盼望在灵里面来思想，为他们而高兴。好，第一位啊，无产婴的小孩周柯林，然后陈雅芳的小孩郑达邦跟郑旭邦，然后郭淑玲的小孩孙雷跟孙飞，然后陈穗清的小孩李东汉，叶佳慧的小孩杜燕竹，徐雅蔚的小孩施一恩，陈昌明的小孩陈李欣，陈秀美的小孩吴廷恩，然后尤燕静的小孩王允琪，葛廷恩的小孩余月珍，方逸婷的小孩李祖赞，黄小纯的小孩杨启爱。好，我们请我们同工这时候就位，能够帮助他们站定他们的就位。好，我们在神面前看到这些可爱的小孩在这当中，我们盼望今天将近40个小孩，然后我们也看到今天这一堂有15个，那我们盼望他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一句祝福的话，这是圣经里面找遍各处没有比这一句祝福话更好的话，就是针对耶稣成长的一个记号，就是让生命的成长出现神所说愿你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悦你的心都要一起增长，但最重要的，这增长的目的是要侍奉神，
成为一个尊贵的器皿。好，这是在神面前献上的感恩啊！这些小朋友真的好可爱哈、哦！好，到目前都没有人哭，感谢神哈、哦。那我们现在要请所有的妈妈到时上来的时候，如果爸爸实在是不甘寂寞，你要跟上来也可以哈、哦。好，那我们接着在神面前，我们都很自然的，然后献额式跟洗礼不一样，洗礼我们是面朝向台前，献额式是面朝向大家，因为大家要跟他一起欢喜，要一起奉献。好。好，但是我们现在先请所有妈妈抱着小孩向后转，让大家看看你的小宝宝。好，那我现在念小宝宝的名字啊，如果你可以帮助他举手，你就帮助他举手一下哈、哦。啊，他会自己举手就自己举手，然后我们念他的名字的时候，大家能够认识他就是谁哈、哦。好，我念小宝宝的名字就好了哈、哦。周柯林，好，郑达邦，郑旭邦，孙雷，孙飞。李东汉、杜燕竹，好，施怡恩、陈李欣、吴廷恩、黄允琪、吕月珍，啊，徐，啊，啊，于月薇，哎呀，字看错了，于月薇，啊。李主赞、杨奇爱，好，很高兴能够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在神面前这是一个很棒的。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现在小宝宝都在你面前，他们要献上的是神你在他们身上的拣选，是父母在你面前奉献的心，求主你亲自来保守，亲自在我们当中来引导，这是我们心中的感恩，心中在你面前所奉献的，祝福父母的心，祝福小孩的成长，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以下时间就来为他们祝福，每一位小朋友都为你传道，带陪着妈妈上来。好，周柯林，周柯林，愿你的智慧和圣量，并神和人喜悦你的心，在一起增长，并且你在神面前有主在你身上拣选的记号，就是尊贵的器皿，要知道永永远远。阿门。郑达邦、郑旭邦。郑达邦，郑达邦，愿你的智慧和圣量，并神和人喜悦你的心，都要一起增长，并且你在神所赐给你的道路里面，拥有主在你身上特别拣选的记号，是尊贵的器皿，直到永远。阿门。郑旭邦，愿你的智慧和圣量，并神和人喜悦的心，都要一起增长，并且你成长的过程里面。拥有神在你身上拣选的记号，就是尊贵的器皿，直到永远。阿们。孙美、孙飞，孙磊，愿你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悦的心，都要一起增长，并且你的成长过程里面，神在你身上有特别拣选的记号。就是尊贵的器皿，直到永远。阿们。孙飞，愿你智慧的身量，并且神和人喜悦你的心，都要一起增长，并且你成长的过程里面，在你身上有神拣选的记号，就是尊贵的器皿，直到永远。阿们。李东汉。李东汉，
愿你的智慧和身量，并且神和人喜悦你的心，都要去增长，并且你一生所走的道路里面，有神在你身上特别拣选记号，就是尊贵的器皿，直到永远，永远。阿门。阿门。杜彦祖。杜彦祖。杜彦祖，愿你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悦你的心，都要去增长。并且你成长的过程里面，有神在你身上有特别尊贵的记号，就是神在生命里面宝贵的器皿，直到永远。阿们。施义恩。施义恩。施义恩，愿你的智慧的身量，并神和人喜悦你的心，都要一起增长。并且你成长的道路里面，有神特别的拣选，是尊贵的器皿，直到永远。阿门。陈礼心。陈礼心。陈礼心，愿你的智慧的身量，并神和人喜悦的心，都要一起增长。并且你成长道路里面，有神特别的拣选，是尊贵的器皿，直到永远。阿门。吴廷恩。吴廷恩。吴廷恩，愿你的智慧的身量，并神和人喜悦的心，都要一起增长。并且你成长的道路里面，有神特别拣选记号，是尊贵的器皿，直到永远。阿门。王允琪。王允琪。王允琪，愿你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悦你的心，都要一起增长。并且你成长的过程里面，有神特别拣选的记号，就是尊贵的器皿，要知道永永远远。阿们。于月薇。小鱼宝。于月薇。于月薇，愿你的智慧的身量，并神和人喜悦你的心，都要一起成长。并且你成长的道路里面，有神特别拣选的记号，就是尊贵的器皿，要知道永永远远。阿们。李主赞。李主赞。李主赞，愿意你的智慧的身量，并神和人喜悦的心，都要一起增长。并且你成长道路里面有一个特别记号，就是神所拣选特别尊贵的器皿，要知道永永远远。阿们。杨七爱。杨奇爱。杨奇爱，愿你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悦的心，都要一起增长。并且你成长的过程里面，是神亲自拣选，是尊贵的器皿，要知道永永远远。阿们。啊，很可爱哈，我觉得在神面前，这是一个教会一个很美丽的一个队伍跟记号。二十几年前我当传道人，那时候现儿式的那些小宝宝，包括我自己的小孩，现在都一大群在旁边一起敬拜，一起成为神军队有勇士。这一群将来会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台南市的城市复兴里面是一个勇士，是一个敬拜的大军。有没有阿们？们，我们请向后走好不好？我们再次热烈鼓掌，为这些小朋友、这些妈妈、这些父母，愿意他们都成为神特别祝福的记号，在这其中。感谢神，好，谢谢。我们再次在当中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主耶稣，谢谢你，他们要成为你的记号，他们要成为你的拣选，他们在神面前是大家的祝福。求主亲自保守看顾他们成长侍奉的道路，并且拣选的道路，并且征战，每次都要得胜。他们的成长将是神所喜悦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谢谢他们，我们回到自己的位置。
弟兄姐妹，看到今天儿童献诗，在美坛里面看到青少年献诗敬拜，没多久之前他们都是婴儿，在神面前只因为父母不厌其烦的把带到神面前，他们在教会里面跑来跑去跳来跳去，又破坏公物，然后又玩这个玩那个捣蛋，我们大家都一直忍耐他们长大，没多久他们成为最棒的军队，有一天他们要忍耐我们，在神面前，在神面前要看见神荣耀在其中，在神面前献上感谢。好，弟兄姐妹，这是母亲节，虽然我们有很多节目，但是我们在以下时间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信息，我们只有20分钟，所以每一段话都是宝贵的哦，请注意，流泪谷到泉源之地，这不是公车站，这一站叫做流泪谷，下一站到泉源之地，请注意，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是这一站叫流泪谷，下一站不一定是流泉源之地，如果我们没有坐对车的话，今天流泪谷，明天自暴自弃，后天完全堕落。今天如何让流泪谷走到泉源之地呢？好，我们先来看生命怎么来塑造生命的内涵。一个母亲本来叫做一个女人，一个母亲本来叫做一个女人，如果她没有母亲的角色，今天我们说了属灵的母亲，如果没有这样喂养，没有这样引导，如果单单一个女人，那世界上有很多成语就会形容女人的长大会变成什么。第一个形容词叫三姑六婆，第二个在圣经里面有用到老妇方苗的话，然后更可怕的这个让人家震撼的一个成语叫做河东什么狮吼，好像女人的成长里面，如果你把她塑造只是一个女人的话，哇，很多的很奇怪的形容词都会出来，但是如果换成母亲的角色的话，完全成为一个一条路，眼泪，母亲的眼泪在这当中要来告诉我们说，从流泪谷所诉说的到底是什么呢？好，那我们就盼望来思想，母亲到底为什么事情曾经付出？记得一个母亲是摩西的母亲，摩西的母亲，她明知道哦，这一下子把摩西放在这个篮子里面，放在河里面流走了，明知道一辈子大概没有机会再孝顺我了，但是我为什么要为她这样做？弟兄姐妹，没有别的理由，也没有办法解释。就是爱，那这个爱是为了什么？有什么回馈？我们来思想第二个母亲，撒母耳的母亲，明知道我已经跟神立约了，我要把它完全献给神，他这一辈子没有办法孝顺我，但是我高高兴兴的为他而祷告，为他而预备，没有任何的回馈，我要这样做，为什么？弟兄姐妹，还有一个母亲，先知明明跟他讲，你这儿子长大会叫很多人兴起，很多人跌倒，也叫人的心里显露出来，而且你的心会因着他而被刺透，你要因着他而非常的难过，流尽你的眼泪。弟兄姐妹，这个母亲说我愿意，我愿意。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呢？生命的赞美诗歌，很多人为母亲而写的歌，今天儿童所唱的歌也是我们姐妹所写的歌，为什么大家都要为母亲写歌呢？写歌的内容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我们要表明一个爱，而这个爱好像母亲没有任何的回馈，她也愿意做，而且每天很多臭袜子她还是愿意这样做，为什么呢？今天在生命里面道尽一件事情，这不是生命的交换，这是生命的盼望。 OK， 那我们来看眼泪所带出来的，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如果我们没有那一份我情愿，那你就知道我们的眼泪都是到抱怨，我们的眼泪都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甘心，那我们的眼泪那没有用。神说，神接在你们面前所给你们的，你们一听到硬着心，你们不了解神的爱，所以抱怨在生命里面出现，没有属灵的母亲。弟兄姐妹，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每天抱怨惹神发怒。弟兄姐妹，好不好让我说一句话，每一年的母亲节我们都在教训儿女要孝顺父母，对不对？应该的。如今我已经50几岁了，稍微有一点资格站在父母的立场，所以今天好不好，我们百分之八
80%的比重，不是站在儿女要如何孝顺父母，我们把80%到90%的比重站在父母的角色，如何做好榜样，让儿女跟。父母的角色做对了，儿女跟着你一起敬拜，你一辈子享福，一辈子都会孝顺你。那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如何扮演一个属灵的母亲？我们传达的、喂养的是属灵的话语。好，那我们来思想，生命里面你走对了，你下一步就是全源之地。请你带着你的小孩，请你带着你的下一代一起走全源之地。这幅图画是我们特别把我心情跟我们同工讲，他就帮我画。其实人生道路是旷野，你知道吗？如果你愿意走神的道路，常常都是这个不顺利，那个不顺利，没有合我的心意，什么事情都不合我的心意。弟兄姐妹，学习一件事情，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塑造了一句话，你如果愿意相信的话，你靠着神，这一切都要改变。请注意，你心中向往锡安大道，我向往神的家，我想住在神的家。弟兄姐妹，原来流泪谷的下一站不叫做泉源之地，不是下一站，是原来这本来的同一个地方。神说了要叫流泪谷变为泉源之地，同样是流泪谷，同一个地方，同一站，要变成泉源之地。好，我们来看这张图，看这张图它怎么变化呢？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地方，它改变了，变成泉源之地，同一个地方。神告诉我们，不是下一站，是同一个地方。弟兄姐妹，好不好？请大家一起来想，你什么地方跌倒，什么地方就是你的祝福。你什么地方有伤心的眼泪，你相信神，同一个地方，神要加倍祝福你。今天我们就要诉说这个故事，在神面前，你住在神的殿中，你是有福的人。我们恳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圣经所说的是什么呢？当你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时候，用一个描写，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神的家。燕子、麻雀，他们在那个地方得到安息的地方，他用一个地方，特别一个地方，就是祭坛，神的家。如果这个地方他们找着了，你找着了没？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让年轻的弟兄姐妹在神的殿里面一起敬拜，他们在圣殿里面，也许吧，牧师讲的十句话里面，他们只有两句话听进去。这两句话是什么吗？是请起立唱阿门颂。有时候就变成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好讨厌这些人哦，不懂事。弟兄姐妹，但是他们习惯住在神的殿中，他们习惯这里面的气息，他们习惯这里面的感觉，习惯到一个地步很容易打瞌睡 OK 啦。因为神会让他们遭遇一些事情，当他们遭遇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想起在这里曾经有过的祷告，那时候他们会亲眼见到神。弟兄姐妹，保留空间给他们，保留空间给小孩在这里哭闹，保留空间给青少年在这边不懂事，保留所有空间给所有人在神的殿里面不懂事。因为神会让他们亲身体验到生命的苦难眼泪，那时候他们会记得在这里的祷告，他们会亲眼见神。好，那我们在神面前来思想，在神的殿中，如果这些事情都会发生的话，你相信在苦难中神会让他们知道，你只要有你的心来想，靠着神，你得到力量，这人变为有福。弟兄姐妹，让你跟我们的小孩都成为有福的下一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相信这故事就要进入到我们所说的重点了，怎么变成泉源之地？怎么变成泉源之地？在生命里面，泉源之地是一个直到永远，它不是一滩水让你喝到没有水，它是泉源，永无止境的赐给你。那我们来思想，
怎么经过流泪谷？怎么经过流泪谷？意思就是说，你要经过，你要走，你不可以停留，你要往那个地方走。就算流泪谷，你也要走。弟兄姐妹，第一个故事，百姓到红海的时候，他们很多的抱怨，很多的流眼泪，死了，要死了，很多的抱怨。弟兄姐妹，一件事情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的话，同一个地方是同一个地方，本来是抱怨，本来是流眼泪的地方，当你相信的话，同样的地方会变成敬拜神的地方。敬拜神的地方，他们经过红海，经过水的洗礼，生命里面他们在那边全然的敬拜。弟兄姐妹，请注意第二个故事，大卫得罪了神。那一天，命运的天使如同大卫自己选择的，那我要三日的瘟疫，我不要七个月的，我不要七个月的饥荒，我也不要三个月被敌人追赶。神说你自己选，自己选你的惩罚，就好像我们在学校里面，老师说你自己选，看你要青蛙跳一百下，还是拿水桶站着，还是要半蹲。弟兄姐妹，这三个我都做过。那在生命里面，你自己选，你要哪一种？大卫选择了三天瘟疫，你知道吗？三天瘟疫，7万个人死了。大卫何等的痛苦！为什么犯罪遭遇到这么大的惩罚？7万个人，灭命的天使在那个当中说，他何等的痛苦！看到在禾场里面，天使仔细的这个动作的时候，让他有一个感动，也给一个启示，就在这地，就在这地，主一座坛，在神面前献上，在神面前感恩，跟他生命的忏悔。这个地方，耶布斯这个地方，他向这个人所买下亚罗拿所买下来的，以后在这个地方历代志下，后来说在这里就建造了耶路撒冷圣殿，成为永永远远的敬拜。当一个人愿意敬拜，当一个人愿意忏悔，当一个人愿意在流眼泪之后重新归向神的时候，那地同样的地方要成为泉源之地。我们希望在这里所有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有忧伤？你什么时候痛苦？你什么时候得罪神？你什么时候难过？请到圣殿来。神说我在寻找你，我要寻找忧伤痛悔的灵。你愿意在这个地方跟神说主我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就从这一天变成泉源之地，这是神圣殿的地方。你祷告，我们恳求神在生命里面，你要遇见神。然后呢，你在生命里面遇见神的时候，你享受这一切恩典。神告诉你，你这地要看到有秋雨之湖盖满全谷，而不是只有这泉源而已哦，是泉源以外所有地都要成为蒙神所祝福的。弟兄姐妹，神用一个词句，就是秋雨之湖。弟兄姐妹，请你祷告的时候，不要跟神祷告说降下大雨给你，你要跟神祷告，感谢神赐下秋雨之湖，因为降下大雨你会怎样？如同挪亚那时候降下大雨，你会怎样？你会完全毁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我们生命里面常思想，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告诉你，不要祷告神让你赚大钱，你会死在钱当中；不要祷告神给你很多的才干，你会死在这骄傲里面。但是神告诉你，当你拥有这泉源之地的时候，你得到满足之后，神丰富给你的时候，感谢神，秋雨之湖照着你所需要的赐给你。你要在神面前看到神量给你够用的恩典，量给你够用的恩典，再加上他的爱。这是生命里面的故事。我们再次在这个当中来思想，再思想诗篇65篇说了这样一话，如同这里所说的，这谷有秋雨之湖盖满全谷。这所说的是什么呢？不是跟神祷告降下很多的恩典，是求主降下你的甘霖，并且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你的地要软和。神降下恩典的时候，你生命的破碎，你生命被打开，神的恩典进来，
我发现一件事情，你的恩典在神面前一起丰富。我们再次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是一个母亲节，我们希望全家在神面前丰富。我们看到我们的全家是神的荣耀，就是弟兄姐妹，这才是我们全家。弟兄姐妹，今天有好多的故事发生，有我们三美教会的朋友来到这，有现儿事，有我们弟兄姐妹不同的祝福，有很多的眼泪，每个家庭有很多的难过，在这里我们心很矛盾，也很复杂，为他而高兴，为他而流眼泪，为他而兴奋，为他在神面前拥抱，求主能够保守，让他们重新振奋。这个家庭充满许多许多故事，我们求主一件事情，所有的离集打开，神的恩典降下来，不管怎样，一起成长，一起成长。你今天有喜事的，跟你今天有忧伤的事情，这两家要一起成长。你今天有丰富的，你今天有失败的，这两家要一起成长。请记得，神打开这一切，让神的恩典浇灌在你的土地里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从此以后，全谷丘以之湖盖满全谷，这所说的就是这样子。什么叫盖满全谷？小山以欢乐树腰，草场以羊群为衣。弟兄姐妹，这谷要有生命，羊群，这谷要长满五谷祝福，是神所赐下的恩典。当你愿意的时候，母亲的祷告都是眼泪。她不是女人，她是女，她是母亲。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学习，神赐给我们不再是一个男人，也不再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属灵的父亲，属灵的母亲，是自己做榜样，是自己在神面前打开。神啊，若是你愿意，我没有任何的条件为你而摆上。当你是属灵的父亲，属灵的母亲的时候，这里就是神的家，这里是神的家，这里要充满神所降下的恩雨，浇灌在其中，大家要一起成长。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家庭祭坛日的故事，母亲节，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今天晚上召集你全家。如果你发现你的小组谁落单了，你也可以邀请他到你的家。如果我们这个小组全部落单，那你这个小组组合一个家庭好了，一起在神面前来敬拜，然后一起为彼此的家庭祷告，一起为彼此的父母来祷告。祷告什么呢？提摩太后书里面所说的，其实在我们昨天祷告会讲过了，我们今天再讲一次，两分钟就好，标题请大家注意听。我告诉你，提摩太，你的成长是在你的外祖母，你的母亲住在外邦地，但是他们把纯正的信仰给你，而这信仰告诉你就一个事情，不要胆怯，请你勇敢的，生命破碎不再是为自己活，当你勇敢的时候，母亲告诉你，你不要做温室的花朵，不要这个不敢那个不敢，如果为主的缘故，请你勇敢一点。我们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个宣教的挑战，还记得吗？弟兄姐妹，你愿意的话，我们发现你每一个人都站出来。这礼拜啊，七月第二个礼拜，我们要到很多的教会去，原住民教会去，有这个短宣特别的活动。弟兄姐妹，那不是劳苦，那也不是辛苦，那是你生命降下甘霖在你生命里面，使你生命打开这样犁沟，软活你的地，因为你愿意被神祝福。愿意在这里长出许多神荣耀的果子出来，你愿意的话，请你刚强壮大，勇敢一点，在神面前所赐下是 a spirit of power and love， 是赐下一个灵，是充满能力，刚强壮大，请你注意谨守的心 ，self discipline， 自己门训你自己，disciple， 你要成为一个仆人吗？一个仆人，一个门徒吗？请你用这种心来门训你自己，门徒训练你自己，要求自己谨守的心。我们求主能帮助我们，
就是为主而做。神赐给我们的第二个，他把不是你本来有的东西赐给你。刚才人家已经守了心，是你本来就应该有的，现在把本来不是你的恩赐再赐给你，他会使你如火眺望起来，意思就是在你四周围的人都会被你护心。最后一点，不要以福音为耻，站出来勇敢一点。弟兄姐妹，家庭祭坛日让他成为尊贵的家庭，活泼的，有能力的，是神会被神注意到你的家庭的那种敬拜。感谢神，我们盼望今天就是神充满喜悦的时候。在这故事里面，我们盼望你回去带着你家庭一起在这三点里面一起来分享神的爱。那在灵里面，我们求主保守，这是一个美丽的妈妈，那我们盼望在灵里面有这样彼此的分享。主啊，在我们生命里面，这故事在我们灵里面要看见什么？要看见神的爱在我们灵里面要引导我们。我们求主保守，在这故事里面，我们的敬拜，我们今天的献额是，我们虽然短短的时间，但是我们经历好多的故事，这好多故事我们怎么集合在一起的，是怎么交集的，我们怎么认识三门教会，我们怎么认识这些家庭，我们怎么彼此在这分享，我们怎么经历相同的恩典跟神迹，只因为神爱浇灌在我们当中。请你让这故事永存在这其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纪念母亲的爱的时候，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母亲的眼泪是为我们什么做。当我们知道沙姆的母亲、摩西的母亲、玛利亚她为耶稣所做的，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只有想到尊贵的前面的道路，他们所做的完全没有回馈，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一生得到天上来的回馈。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做这样父母，我们相信在天上有尊贵荣耀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生命最大的兴奋。引导我们在你面前这样敬拜跟感谢，也愿意今天的敬拜成为教会的喜乐，直到永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盼望在神面前来纪念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也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更新，不在过去，不再是过去的我，乃是新造的我，在神面前永远不变的这样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你爱永不变。我们拍手欢迎今天的回应这个小组郭月组，让他们呢在神面前跟我们分享了，是我们大家的宝贵。
感恩祷告，请陈洪洲弟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每个人亲自留下你的宝血，完成了救赎，带领到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你的子女。也谢谢你赐下母亲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每天每天啊，保守，每天每天带领啊，抚养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些榜样。主也求你带领保守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的属灵父亲、属灵母亲，叫我们可以学习这些榜样，在你面前不断的行走。主耶稣，今天晚上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家里面，都有一个家庭祭坛日。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聚集的时候，我们可以勇敢的在这个家庭聚集的时候，讨论的不再是一些成就的话题，而是我们可以在家里面跟我们的家人一同来分享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得着，我们在属灵当中所蒙受的恩典跟福分，还有神你在我们身上当中所要彰显的各样计划，也让我们在这当中能够勇敢地为你来征战，特别在那些还没有全家信主的家庭里面，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愿意这样的摆上，也求主亲自来看顾纪念。最后也请你保守教会里面诸多宣教的事工，谢谢你带领三美教会的弟兄姐妹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主，我们教会宣教的脚步持续的正进行，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做的还不够，求你催逼我们的脚步，让我们摆上更多。主，我们知道我们要让这个城市转化，我们要让这个城市复兴，我们要全家一起来到教会面前敬拜你。主，我们要一同行走这合一的道路。主，我们知道这一切一切是我们要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定义要这样的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有勇气更勇敢在你面前，也为我们的教会的每位母亲们摆上献上在你面前，感谢你，求主你纪念他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没颂荣，请我们一同站立，颂荣之后请高牧师祝祷。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面前一起敬拜，而且享有在母亲节里面彼此的祝福。求主你帮助今天所有献儿的父母，他们领受了这样的一个使命，是教养儿童一生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求主你就帮助所有的当父母的，现在在你面前跟你所立的约，全家都是敬畏神的，全家都要侍奉神，要直到永远，因为他们必在这其中得着那结果之100倍的果效，
因为神的恩典荣耀要与我们大家同在。谢谢你，也求主你赐下你的医治跟保守跟安慰，临到那忧伤的家庭，临到那需要的家庭，也让我们不管什么事情，全部的家庭一起成长，一起得荣耀。这是我们的感恩，也愿意今天我们在这里面所分享的，看到这国家要得医治，这地是你赐给我们一个母亲的孕育跟记号。我们希望这地要成为圣洁之地，成为神与荣耀同在的地方。愿这个国家再一次回归敬拜神的喜悦。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常与弟兄姐妹同在。你所赐下全人的意志，使我们身心灵都在你面前活泼强盛，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每天重新得力，直到永永远远。阿门。